江主席，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，各位领导，各位嘉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新年好！一年一度的新年京剧晚会在喜庆欢快的锣鼓音乐声中拉开了帷幕。请允许我们代表今晚参加演出的全体演职员，向大家献上新年最美好的祝福。春风春雨春颜色，新年新岁新风貌。进入新时期以来，特别是近年来，京剧艺术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今天的京剧界，老一辈风采照人，雄风犹在，年轻一代桃李争艳，新人辈出。在下面的一组节目当中，年轻的京剧艺术新人将以他们崭新的精神面貌为大家一展身手。好，请欣赏他们的演出。
实话朝天道，成才智慧官职朝，连天子尊神人，人道那一壶小手捧官在笔上停。春菜不
剧人才的成长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多方面技能的严格训练。手眼身法步，唱念做打舞，真可谓十八般武艺缺一不可。每一株幼苗的成长都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的精心培育与呵护，每一颗新星的诞生都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传帮带的汗水和辛苦。从孩子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京剧艺术的希望，今天的幼苗会长成明天的参天大树。从孩子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未来，今天的孩子将会成为明天支撑民族精神的栋梁。下面请欣赏北京戏曲学校孩子们的表演。
歌，叽里叽里咯里咯，大大响遍。不巧那二郎看儿要看那古家二官，二要官哗啦啦打，啊开了三门，大家来观看。没有继承也就没有发展，但是对于传统的继承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，它需要艺术家们为之付出大量的心血和精力。令人感到欣慰的是，今天一大批中青年演员已经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振兴京剧艺术的重任，成为了京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，在继承传统方面显示了他们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功力。好，下面请大家欣赏几位青年演员演唱的传统唱段。分明是非。
泰山的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忘，顺情受持提边疆啊，一代大
帅主使了家一匹，你连着我三城多叫金坛儿无言，留着我心儿沉，只过两载几年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谈谈谈心，西城的街道大炮兵预备做司马好屯的地，只过两不由天地惊早预备下羊羔美酒，考场里的三个句提到此就该发成绩，为什么有你不过定心退两难，为的是我我心里我只有情同人的两个，我只有有买过有活有比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听长城啊，
心在那爹娘台前，我暗里唐不进家门，到不惜熬成绝世，兄弟我与非是小弟，不从我命为的是有好走儿子啊，前途万里，兄长依然在中教你同平了啊。
吉利。
传一层紫霞，真是重量不轻不标哩，就请宋府赐拉讯。请问母亲，此讯何子？心中抱压过，心中抱压过，臣那是谢母亲。世纪新的精神，京剧界与新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，新的千年新的风采，京剧界满怀豪情，放眼未来，致力于京剧事业的继承与发展。请欣赏京剧新剧目中的精彩唱段。
you
是连心喜欢，前锋理当相赠。长夜
时代在发展，艺术要创新，让我们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，继往开来，与时俱进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。2003新年京剧晚会到此结束，各位领导朋友们再见。